嗯，感觉还行吧，因为是小组赛第一场，其实就好的开头嘛，可是就对后面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，因为就打了一场，还要打14场。嗯，状态戴伦是前段时间状态非常差吧，然后现在最近状态又调整回来了，然后感觉还挺厉害的。哪一个点是你们拿到胜利的一个关键点呢？就继续杀下去吧，因为他们反手太多了，他们那些英雄都是反手，再加上一些缓速，我们追不到人，就如果我们冲他们会很难打，就只能防守，等他们冲我们反打，这样是最好打的。因为我们控制都两边的控制都不是很多啊、我没注意 DK 第一轮打谁，他们输给反弹杰克了嘛好像，然后我听说反弹杰克打 DK， 他们自己感觉没什么压力，他们打 DK 感觉挺高兴的，然后果然他们还阵营了。就欧美队伍打的阵容和一些打法跟中国有点差别嘛，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细节没有中国队好，可是他们打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会差异很大，然后就突袭自身吧。如果我感觉打同样阵容的话，中国队会比较厉害一些。